有别于夜市的人声鼎沸，午后的台北南机场正散发出一种自然的风情。顺着中华路排列的高大芒果树群，就这样环绕着老旧公寓的外围，充满绿意的树梢，几颗特大的芒果正在上空闪耀。尽管老旧建筑急需更新，但是这一大片充满绿意的芒果树却是台北市无与伦比的珍贵财宝。